这里是 Soccer Go， 我是实战派老 K。 前段时间呢，偶遇到这一双阿什利塔的元素限定款，注意是限定款，不是限量款。老 K 呢，主要是被这个比较清新、比较低调的配色所吸引。这双鞋呢，整体的视觉是比较素的，但是呢，这双鞋非常的耐看。尺码呢，老 K 入手的是 JP270， 产地是越南。球鞋的重量是 241.1 克，鞋垫的长度呢是270毫米。一到手之后呢，老 K 就很想查一查这双鞋子的相关信息。结果呢，墙里墙外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这双鞋子的可靠的信息。所以呢，如果各位看官有人知道的呢，可以在留言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老 K 在这里呢不胜感激。在国内市面上见到的这些足球鞋呢，你几乎是看不到这样大面积采用麂皮来做鞋面的球鞋了。在后跟这边呢还有一个提拉片，那么其余的部分呢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一样的，看起来呢是非常有这个棉鞋的味道。但是呢，这上面的规整的走线还有这种比较前卫的颜色，使这种材料呢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整个鞋身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和干净。后跟的外侧这里呢有一个 logo， 然后在它的内侧呢有一个带点复古味道的外粉的这么一个小的 logo。 那么在鞋舌这边呢有一串这个文字，大致意思是说，一个自1935年以来陪伴巴西队勇夺58、62、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的品牌。没错，那三届世界杯阿什利塔正是赞助巴西国家队队服的赞助商，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赞助同一支国家队队服而赢得了三次世界杯冠军的服饰品牌。但是呢，现在关于这个品牌的很多信息确实很不容易查到。鞋舱内的用料呢比较的一般，鞋垫的材质呢也非常的普通。说到这里呢，你可能会问，那老 K 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会比较后悔呢？老 K 的答案是我并不后悔，而且还有一点小小的庆幸。那么在接下来的实战当中呢，可以说这双鞋带给了老 K 一个全新的体验。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由于它的鞋面大部分都是采用了这个麂皮，所以呢整个鞋子的鞋面是非常有韧劲的，但是穿进去之后呢，鞋舱内又不会感觉到很硬，穿起来呢反而还是挺舒服的，尤其是像老 K 这种小宽脚。那么要说这种大面积麂皮使用的鞋面有什么优点呢，就要说它到两侧这边大面积的这个麂皮的选用居然带来的这个包裹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就老 K 个人穿下来的感觉，这两侧的这种大面积的麂皮使用比市面上大家通常见到的那种 PU 的效果，老 K 认为是要更好一点。整个球鞋的鞋面它的触感属于那种比较干脆的类型，虽然它的整个鞋面看起来并不薄，但是实际上它也不厚，整个鞋面它中间使用的这个填充层呢是非常薄的，这使得整个鞋面的发力啊比较充足。那它的整个鞋底的配置呢就比较普通，在几场之后呢能比较明显的看到鞋底有被磨损的痕迹，而且呢它在中底没有任何的这种加强的措施，中底是比较软的，并且它整个中底的这个缓震层呢也没有什么特色。这种材料呢摸上去呢就是能够感觉得到它是那种会越踩越扁的这种类型。那么内底和它的鞋垫呢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配置。鞋舱内整个这个材料的选用虽然呢没有什么特色，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防滑的这种材料，但是呢老 K 自己实战下来，只要你穿着这种稍带一点防滑设计的球袜，基本上表现不会太差。那么如果你的资金很充足，买一双防滑措施非常好的球袜，那么我相信这双鞋应该会给你带来一种比较卓越的体现。那么总体来说呢，老 K 认为这双鞋呢它比较适合小宽脚，并且呢也非常适合这些以技术为生的野生球员。那么因为它的鞋底缓震的配置不是太好，所以老 K 建议最好自己去配一个缓震比较好的鞋垫。那么此外呢，目前这双鞋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450元左右，大家呢自己去把握这个机会。老 K 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简陋的价格。那么最后呢，让我们进入实战技术教学。这个动作适用于防守队员急于上抢或者将要破坏你的第一脚触球，足球是否运动均可适用。代表人物梅西。
视频中我们能明显看出穿橙色短袖的防守队员急于上抢或者想要破坏我的第一脚触球。意识要领：第一，确认对方是要贴身紧逼自己；第二，做出准备要向防守队员的某一方向进行突破的意图，以诱导防守队员下意识准备向你的欲突破位置伸脚或者移动的意识产生；第三，等待防守队员进入半米以内的位置，你的身体向原计划突破方向移动，但是脚踝需要在一瞬间将球推向防守队员的当下，即可完成一脚掏裆。视频中我在掏裆之前有一个明显想要向防守队员的右侧进攻的意图，这个意图迫使防守队员不得不伸脚来干扰我，这样我的右片就达到了目的，然后掏裆过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别忘了来个素质三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